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须弥顶上记赞品》第十四。第一段，第二个小段，如来放光分，请看清凉大师的书。我们从普照十方念起，普照十方，咸佛众会，一光照于一切，这一切一耳，重叠无碍，无不互见，为一法界圆明大会。前面我们学习到，一光照于一切，这一切皆耳。任何一光都照一切，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这个话呢很不好懂。为什么呢？不是我们的常识啊。此地是佛以真谛而说，也就是说宇宙事实的真相。佛教化众生，经上常说一二谛说法，也就是他用什么方式来教众生呢？有两个原则。第一个原则呢，就是依众生现前的程度，你所能够理解的跟你讲，这个我们很容易接受，能够听得懂。另外一种第二个原则呢，是依佛亲证的境界，那我们就不懂了。亲证的这个就是所说的不二法门，比如说真妄不二、邪正不二、烦恼菩提不二、生死涅槃不二，这就把我们讲糊涂了。我们明明看的那是二法，怎么会不二？不二就是一，我们这就很难懂了。清凉大师再给我们讲解经文，他说佛说华严经，
现法界无尽的深渊，现身说法了。现什么身？身是相啊，法相就是佛的法身。那么现象呢，讲不尽的啊，我们这个地球上森罗万象啊，动物、植物、矿物、山河大地、自然景观，全都是如来法界深云啊，用一个云，这是表法的。我们在前面跟诸位做过多次的报告啊，佛经里面常常看到身，身下头有个云啊，这个云告诉你什么呢？非有非无，你不能说它无，它真的有相，你也不能说它真的有。为什么？相不可得。那你看到这个云这一个字，你就晓得这个决定不能执着啊，决定是不可得的啊。我们能常常这样想，这就是华严家了修行的法界观啊，就是培养出一个对于宇宙人生的正确的看法，决定没错误啊，把宇宙观跟人生观啊合起来，法界观啊。法界观里面是在讲抓到一样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，一切一切嘛，一切皆一嘛。我们明了就是光照啊，我们可以用一个光来照一切啊，一切一切光皆如此，所以一通一切都通了。光是智慧啊，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学了这么久了啊，得出一个结论啊，那就是大乘教里面常讲的，一切法了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这两句话大家都知道啊，但是什么囫囵吞枣啊，讲不清楚啊。法性唯一真实啊，这是真的，它能现。那么所现的呢，有能就有所了所现的是现象，这个现象里面我们可以说它是纯净纯善，诸佛如来的宝土啊，毗卢遮那的华藏世界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十宝庄严土，能现所现。
为什么会现？这个要知道。总是有念嘛，有一念嘛，没有念就不现。啊，有念它就会现。这一点要知道。啊，这个念呢就是不觉。啊，这个经论里面说的太多了。一念不觉就叫做无明。啊，无明不觉生三习。三习相出来了。三习相什么呢？业相。啊，业是动。啊，要知道发心是不动的。现在有动的相。动当然不是发心。动是无明，这无明在动啊，不明就动，明就不动。啊，这一动呢，里面就产生了转向，转是转变，啊，转变也叫做什么？能见相，有能见呢，立刻境界相就现前，啊，所就裂了，啊，就有能有所了，啊，但是要晓得，所现的呢，还是能现自己变现的，这就是一切法从心相生。啊，这个时候心里想的时候非常单纯，啊，所以这是物质现象生起了，啊，在佛法叫境界相，嗯，那么这个一念相现了之后就没有了，像现在科学家所发现的。这个物质现象啊，是无中生有。啊，这个现象生出来之后是有个现象啊，但是它很快就灭掉了。啊，很快就不见了。啊，它不是常住的。如果是常住的，那就是真的了。不是常住的。那就是暂时生的，马上就灭了，所以它是假的，用云来做代表。啊，所以看到佛经上这个“云”这一个字，你就晓得，啊，不能说它有，也不能说它空，不能说它真，也不能说它假。那这用云来做代表，《法蕴注灵》里面有这么一段记载，就是佛问弥勒菩萨：“心，这心动了，这个心一动。”有几个念头，那么这个心就是迷啊，迷为一念嘛，啊，这一迷起几个念头。
几个现象，几个实，实就是分别执着。啊，到分别执着起来的时候，那就落到十法界去了。还没有分别执着的时候呢，这就叫一真法界，这就叫十宝庄严土。啊，所以十宝庄严土里面决定没有分别执着。啊，动，这个心动了，啊，动我们晓得，啊，动是震动啊，震动的幅度不一样啊，一真法界的震动那个幅度非常微弱，十法界里面震动力就大了。那到六道就可不得了了，那是大动啊！四圣法界里面是微动，一真法界是极其微动，那个我们没办法晓得啊。所以佛说，八地菩萨才能见，感觉到啊。由此可知，七地菩萨了。都感觉不到啊，八地是不动地了，哎，他能够感受到啊，很微弱的波动啊，像我们地球上地震，你看这个地震测量所里面啊，常常测到什么无感的地震，有没有？有。但是我们一般人感觉不到啊，无感的地震啊，到我们能感觉到的时候才分一级二级三级，好像前两天印尼有一个 7.5 级的地震啊，是昨天还是前天啊，得有感的，无感啊，无感的，我们用仪器测出来，它有。啊，我们感受不到，也就是阿赖耶识那个动啊，七地菩萨都感觉不到。啊，那我们凡夫当然是不知道了。啊，就那一种微弱的动，可是八地菩萨他感受到了。啊，这叫一真法界。如果要不动的话呢，真正不动的话，一真法界不存在呀。啊，佛的十宝庄严土不是真的呀。啊，到最后呢，是真的是什么？真的是大光明藏。啊，你看我们净土里面讲长吉光净土，那是真的。啊，长吉光净土里面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物质现象。一片光明啊！可是这一片光明里面，那是法性慧能大师进行的时候告诉我们，本自具足，这个也晓得，法性里面有东西啊，它不是精神，它也不是物质，它有什么东西呢？它有智慧德相啊，但是不行啊，它真有啊，所以它能现能变。佛在华严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
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的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法性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啊，本自具足呢？它具足见闻觉知。见闻觉是得了，知是智慧呀、啊，色声香味是相啊。你看，智慧得相啊，就是经常常常讲的见闻觉知啊，色声香味，那本自具足，大。法界虚空界具足，小呢一微尘它也具足，绝对不会缺少的啊，一毛端也具足，我们没办法知道，那真的是八地菩萨才知道啊。日本江本博士用水实验，水是矿物啊，真的测出来了，有见闻觉知。你看，水啊，他用一个水试验的水管，像小水瓶一样，啊、大概只有手指这么粗，啊，里面装的水。试验者他能看，啊，你写个字。贴到他上，他有反应，他能看，这能见呢、啊？他也没有眼睛，哎，他能看。啊，你写同样一个字，各种不同的文字写出来，他都能看，比我们人厉害。啊，他也没有学过，他全知道，是用一个爱字。用中文写啊，用英文写啊，用阿拉伯文写，无论你用什么文字啊，他全都知道。能看能听啊，能听音声啊，他用音乐来给他实验啊，用古典音乐给他听，用现在摇滚乐啊，流行的摇滚乐给他听，哎，都有不一样的反应啊。觉知啊，觉知怎么测法呢？我们的意念啊，我们起个念头对着他，他知道，他有反应。凡是善的，结晶都非常美，哎，他现象，你看。色声香味啊，可惜江本博士的试验只看到的现象，所以我跟他讲，他还有音声，不但有像他有音声啊，善的一定是非常美好的音声，恶的呢一定是很难听的音声啊，不但有音声呢，他还有香气，还有味道啊，这个他还没测量出来啊，肯定有啊。为什么？你看我们在植物里头，无论什么植物啊，这个一般种植的或者是野生的啊，你摘一片叶，掐一个小枝，你希望色声香味俱足。啊，那么由这个动物色声香味俱足，植物色声香味俱足，我们也能够同样能想象到矿物色声香味还是俱足。
学了，这个真的是尖端科学啊！但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像啊，包括我们起心动念，实在上全部都是相思相续相，我们全把这个当作是真的了，这下就错了。把它当作真的是分别，有了分别就执着，坚固的执着。啊，你说这是假的，是不承认呐？啊，怎么是假的呢？明明在眼前，怎么是假的呢？真的是假的。你看弥勒菩萨回答这个世尊说：“啊，就是举手弹指，啊，我们一弹指，这个我们就讲过很多啊。你看《人王经》上讲的，啊，一弹指有六十刹那，啊，就是一弹指的六十分之一。”叫一刹那，一刹那里面有九百生命啊！那我们弹指，我这个弹法至少一秒钟可以弹四次啊，四乘六十乘九百，刚好两个十万八千啊！那就是说，《人王经》上讲的速度，所以我常讲，这是世尊的方便说。不是真实啊，方便说这速度多快呢啊，一秒钟啊，两个十万八千，就是216000次的生命。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个幻象是假的啊？这一个念一个念接起来的，念念相续的，真的就跟放电影，这个电影的影片呢，投射在荧幕上的一样。啊，电影的影片一秒钟才24个生灭啊！现在跟你讲的时候，一秒钟是216000次的生灭。你能知道是在假的吗？啊，弥勒是专攻为师的，他是等觉菩萨，比八地还高了几级。啊，他说出了真相。他说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，百千是单位呀，100个千的，10000是10000000，8000是100000000，用10万做单位，多少个十万？32亿10000000。我们把它算出来啊，这一弹指啊，我们也算四弹指，一秒钟四个弹指，再乘四啊，那它这个时间多长呢？是1280万亿分之一秒啊，就是一秒里面的一秒钟的1280万亿分之一秒啊，《人王经》上才是20亿6000万，是1280万亿分之一秒。啊，那我们相信八地菩萨所见的啊，所以他知道啊，
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金刚念人这句话没错啊。大般若经的总结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啊，弥勒后面说得好啊，佛不是问呢，几个相呢？哎，现象呢？他说，念念成形，形皆有实。只要有形都有实，形就是物质。只要形成物质，物质里头也有实。啊，就是说，它也有见闻觉知，它也有色声香味。啊，所以我们晓得啊，佛经里头有高等科学。现在科学对这个不知道啊，啊，弥勒菩萨说，这圣念呢，啊，就是讲的实、行、念，啊，念是妄想。啊，使我们今天讲心法了，行就是物质色法了，啊，精神跟物质都从念里头生的，没有念，发现里的有，它不显出来；有念，它就发生出来了，啊，就生出来了。念实相极微细啊，不可以执着。你一执着呢，这个一真法界就变成实法界了。啊，所以你不可以执着的时候，这是华藏世界。啊，华藏世界这一些菩萨们，他在那里修行呢、啊，是住是行是回向都在那边修行啊。他们修行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，因为他们已经妄想分别执着都放下了啊。那在修什么？无始无明习气没断。无始无明习气的时候，是不可以起心动念的。起心动念增长了，那哪能断得了呢？所以这种修行方法在大乘教里叫无功用道啊。古人说此处用不得力，你稍稍一些用力的时候马上就堕落了啊。设法界里面是可以用力的啊，用得上力的。十报庄严图里头不可以用力的啊，为什么？他没有起心动念啊，所以是自自然然，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啊。要多长时间呢？那佛在经上常给我们说三大二僧祇劫啊，无始无明自然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三大僧祇劫不是对一般人讲的，是对化身菩萨讲的。你哪一天破一片无明，证一份化身，从那个时候起，啊，能证一份化身就是初住菩萨了，啊，《华严经》里面的初住菩萨了。这个时候，自性里面。如来智慧德相通通现前啊，这个没有障碍
所以那个无时无明习气不障碍着啊，你的智慧你的德能相好，跟究竟果位上的佛几乎没两样啊，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活动空间大了。啊，活动空间是遍法界虚空界。啊，微尘里面有世界，你不会怀疑了，你会肯定了，但是微尘里面的世界你见不到。为什么呢？无明习气，哎，起了作用了。啊，什么时候能够到微尘世界里面去呢？前面经文上告诉我们，普贤菩萨。啊，普贤菩萨是什么位置啊？等觉啊，啊，当为普贤，啊，等觉菩萨，等觉菩萨就能够入微尘里面的世界，啊，也就是啊，这个大小宝儿，啊，他能进得去。我们今天讲说微观世界，只提出微观世界的名字啊，佛法里讲真有微观世界，微观世界跟宏观世界是一样的啊，宏观世界没缩小，微观世界没放大啊。那么照这个经上这个说法是有依据的啊，十地菩萨了还没有办法去常游微观世界啊，就是一微尘里面的世界啊，他还不能去常游啊，再提升到等觉那就常游了啊，去度啊微观世界里面的众生啊。啊，就幕后这一句啊非常重要啊。啊，这个念念成形呢，非无实也。啊，那就是说一切万物啊，你不可以说它无知啊。他有见闻觉知啊，那么法心跟法相确实是一不是二啊，我们在这个里面起分别起执着错了啊，学佛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要把分别执着放下，放下是自己的事情，是自己的境界啊。入众，我们跟社会大众在一块的时候要不要分别？要。要不要执着？要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众生分别执着，你要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，你就跟他不能相处了啊，你也不能够理他们啊，他们也没办法把你的境界往上提升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普贤菩萨告诉我们，恒顺众生随喜功德，恒顺众生啊，你能够帮助他，随喜的是成就自己的功德，把自己的功夫德行呢向上提升啊，所以随喜功德是
是提升自己，啊，恒顺众生是帮助他们，啊，自己心里有没有执着？没有，确实没有分别，没执着，啊，这叫真懂得修行呐，这会修啊。如果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你是叫他放下，为什么要放下？不放下能行吗？你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了解之后啊才知道啊，回过头来再看经文，夜光照于一切，在一切一二，没问题了，这都解决了啊，一多不二，为什么呢？经上常讲，心外无法了，法外无心，心就是法性，法就是法相，法相跟法性是一不是二，古人用的比喻比得好，一静作气，气气皆静，把黄金比喻作法性，把精气比喻作法相，气就是精，精就是气啊，精离不开气，气离不开精，所以明心见性，性在哪里？随便念一法就是啊，法法皆如啊，法法皆是啊，啊，所以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，这个你要承认的。你承认这个，哎，恭喜你，你承认了法身了。啊，那是法身。啊，所以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对于华严经上常讲的啊，如来现法界无尽深渊，这句话就懂了啊。然后你想想看，法界无尽深渊就是所有一切现象是毗卢遮那佛的法身呐，我们对于一切现象啊，都能够啊理解，称赞、供养，啊，供养是什么呢？供养是依教修行。这真供养啊，不但佛菩萨是我们老师，所有一切众生都是老师，你细心去观察，你都能够学到很多东西，哎，不但在动物植物你去观察，你也能学到很多啊，矿物也能学到很多东西，自然现象里也能学到很多东西，啊，这什么呢？这叫活的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，换一句话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就是法界无尽深渊啊。这个深，你要当作什么讲呢？现象啊，深是现象。啊，云就是非空非有，啊，
就是跟你讲刹那生灭啊，念念相续，这相续是相似相续啊，因为它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，相似相续啊，没有两个相同的啊，所以我们这个现象的时候，我们用万花筒做比喻啊，把万花筒比作一真法界，把里面那个产生变化的这个啊，这个现象呢，比作整个宇宙的现象，整个宇宙是个大的万花筒啊，随着你去转啊，动啊，你心动啊，分别是动啊，执着是大动啊，哎，它就产生变化，这个变化就是法界一真庄严啊，极其微弱的动，好像看到没有什么变化，那叫一真法界啊，那个不是真的不动，是动，很微弱啊，刚才讲像无感地震啊，连七地菩萨都感觉不到啊，所以诸佛菩萨事先在这个世间真因相融啊，啊，真身法身应身呢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，应众生之感，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嘛啊，可是应身说他跟法身相应啊，相融相应，一多无碍啊，他能现一个身相，他也能现无边的身相啊，这个是发心的心的我们在神僧传里，哎呀，这个总是50年前啊，喜欢看这些东西，现在名字记不得了啊，有一位印度的高僧啊，到中国来弘法那么他回国在中国住了很多年，也很有法缘啊，特别是在家的这些居士们啊，感恩法师多年的教诲，现在法师要回国了啊，请法师吃饭，到家里来应供啊，为法师践行，法师很慈悲答应了啊，那一个就是也请他，他也答应了啊，同一天同一个时间，第二天回去啊，当然这些人都送行，送到舍利场地啊，彼此谈起来，法师对我不错，昨天到我家应供啊，那个人说不对呀，在我家了，怎么会在你家呢，那边是在我家了，后来这一问500家
才知道法身，法师他有分身的本事。啊，同一个时间化身五百身到五百家去应口。啊，才知道法师有神通啊，法师走了。啊，这个能力在六种神通叫神足通。那么有神足通的，我们知道至少是三苦阿那含。啊，阿那含有神足通了。啊，那么他旅行，你看到他是慢吞吞在那走了，其实此地才动一步啊，那边已经到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斯托含已经突破了空间跟时间的拘束了。啊，这个时空维持没有了。啊，三果阿那含呐，啊，阿罗汉就更不必说了。所以佛说，六种神通是我们的本能。啊，这个能力多大呢？都是变法界、虚空界。啊，我们的眼见。啊，天眼的见，能见法界、虚空界。啊，你看八地菩萨，能见微尘里面的世界。啊，虽然能见的时候，他还不能去，到等觉才能去。啊，是出国虚脱还了，就恢复两个能力了，天眼天耳。啊，一般人看不见，你能看见，你能看到六道啊。啊，你能听得到啊，所以天眼天耳通就现前了。啊，不过能力不大。啊，能力虽然不大了，要听听地球上的，我咱们地球对面，对面是美国，有朋友在那个地方谈话，你细心去听，你就听到了。所以他要注意，他不注意他听不到，就是要注意，他不注意听不到。啊，这个注意在佛法叫入定，啊，他入定，这个能力就很大。啊，不入定的时候才听不到。啊，那么正二口斯陀含就又恢复两种能力，他心虚灭。啊，他心别人心里想什么他知道。啊，虚命是知道自己过去，啊，过去生中，再过去生中，啊，都明白了，啊，可知道多少事，也有不相同，啊，佛跟我们讲，阿罗汉能知道过去五百世，那我们就晓得。斯托含应该知道过去啊，啊，我们打折扣嘛，五百十分之一，五十世，我想没问题，能知道过去五十世，啊，可能比这个还多一点，啊，不会比这个少，啊，到阿罗汉的时候
至五百世，啊，就恢复了四种了，啊，三国就有神足通，四国阿罗汉就有漏尽通，漏尽通见思烦恼断尽，也就是说我们常讲的与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统统放下了，啊，所以阿罗汉能知道过去五百世，能知道未来五百世，有这个能力啊！啊，它是限量境界，它不是靠推算的，不是预言的，啊，它亲眼所见的。啊，诸佛菩萨大慈大悲，现在不在世间，为什么不在世间？现在人不相信他，啊，他要给我们说出未来的状况，我们说他在胡造谣言，啊，他要给我们说过去的历史，我们也不相信，啊，我们相信文字记载，